SIHH 第二击，牛郎织女春宵一刻。今年标展新标复杂过瘾 ，VCA 新出品令人联想到法国版嘅牛郎同织女，一对男女化身成时针分针，喺十二点正先可以亲吻，比普通珠宝标更加浪漫。卡地亚除了有合华人口味的老虎陀飞轮和熊猫转标，最瞩目肯定是这只天体陀飞轮。陀飞轮框架变成鸟针，制作时要解决不少惯性和平衡的问题，工艺超凡。积家标推出的星座标陀飞轮架一样会圆标盘转，不过是按太阳时间的一日作周期，亦即是23小时56分钟04秒，星座盘亦都会同时转动，更有响闹功能。最后出场的就是芒邦的变形金刚，只要扭动在9点钟位置的手掣，就会由经典的罗马字标面变成运动型的数字标面，计时功能亦是机械标之中算得上最精细的，绝对是内外兼备。